查来到台中的医院呢，哦，哦，咱遐大家中间呢，哦，非常鼓掌感动咯，哦，也再讲大家非常的信心，哦，咱，给大家这个邱先生啊，掌声给啊，来通道，我们再找一位哈，主题好，报告一些心得。来，这个徐小医师，来，随便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哎。年轻有为啊。李老师，李院副理院，还有各位先生，大家好。好，大家好。讲真的，上来拿这支麦克风就不简单。今天听那个叶毅老师讲一堂课啊，效法圣贤，自勤修行，然后有讲到那个愚公移山那个故事的嘛，然后觉得那老师平常我们在学校就念到啊，然后今天老师这样讲，觉得他跟我们在学校听都是啊愚公的精神啊，然后今天听到叶毅老师这样讲，其实愚公可以跟修道结合，我们的心智要像愚公的心智一样啊，然后那个不是说什么石头那么硬啊，然后我们修道的心要跟石头一样坚定啊，然后学就报告到这里，谢谢，感谢主任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宜轩啊，这个谢老公这个著名学者宜轩，代表讲其他所在，那个是宜轩的，对啦，哈，哎，那么现在。